那胖子最爱的一台奔驰敞篷跑车，真怕知道吗？今天你看我怎么把这大敞篷跑车给顺回去，让小胡好好操刀一下。呀，整的在这儿呢。哦，这车整的差不多了啊，基本都弄过了。这么晚过来干嘛？哦，我路过，我回家。今天下午有个姑娘跟我说她特别喜欢车，然后就非要让我给她找一个懂车的人带带她，然后我就今天晚上一直跟她聊到现在。你知道我这个人话就不好意思拒绝。我懂车，我现在就把他联系方式推给你。行，你多带他聊聊车。聊车我还是懂的。你懂我意思？我肯定收回收回。那一言为定。好，啊，去哪天啊？你们时间长了我忙。烈士小弟兄弟们，哎呀，三年这个玩意儿300来万都抵现在某个零。胖子三十多万收来，给他听一下。6.2V8大四驱，婚姻车最美妙的，当然是个大帐篷。哎呀，高级。走走回车库，哎，小胡在店里面，让他准备好啊，我跟他说晚上到。兄弟们，什么车开的最爽？永远是别人家的车。我就问你，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开那台6.2V8自然吸气的车，开着敞篷夜里到处穿梭？我靠！关起来吧，冷死了。不冷啊。